我自己有一个8岁儿子，我也经常教育他，在公共场合一定要注意文明礼貌。在公交车上又给老人让座。我有一次我自己带他上了公交车，他看见个老大爷上车以后，马上给人让座。老大爷说："不用不用，你坐吧。"而我儿子坚持非得让他坐。后来老大爷说了一句："没事，你坐吧，我还得开车呢。"我儿子喜欢干的另外一件事就是画画，那各种水彩画啊，什么油画也接触一点，但不多。但他画完以后的东西，至少作为家长吧，总觉得挺好看，先把它挂起来。但有一个问题是，经常带挂画或者挂照片的时候，经常容易挂歪了，是吧？很难挂得非常平。所以我上网搜了一下有什么好办法，网上有这么个说法，说是借助塑料管就能轻松将画挂平，是真的吗？像我们正常去挂一个画儿，如果是俩人，肯定是一个人挂，一个人下边看，高点儿，左边高点儿，右边高点儿，对对。你要是一个人呢，就有可能挂了跳下来看一下，这么瞄着，可能会用这个塑料管儿，它是这么一直滚上去，滚到边上，然后一个。那塑料管在哪儿滚？在墙上滚上去。我想的是这么一直推上去，然后那个平衡，但是。哦。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了。哦，我明白您意思。我为了这次不翻过去，我决定这次站在永丽姐的一边。立场要坚定，你。不，我要试一下，我要试一下是不是命运在捉弄我。啊，我决定这次站在你这边，我觉得是真的，但是他没有说是什么样的塑料管，因为我对这个塑料管的第一印象，我觉得是吸管啊，我想的是吸管，因为我们可能生活中最常见的塑料管，最常用的就是吸管啊。反正肯定有一种塑料管能够达成这个目的，我相信。哦，好了，两位嘉宾都已经把答案给出来了，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实验让你眼见为实，有请贝贝。欢迎大家来到《是真的吗？真假实验室》。网上有传言说，借助塑料管儿就可以将画挂平，说的是我们在家里挂画的事儿。一般是一个人完成还是两个人完成？有两个人是最好，有个人帮你在下边可以看着，一个人挂，一个人看。看着，对。但是挂画总体来说呢，的确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哈。那网上有传言说借助塑料管儿就可以轻松地将画挂平，而且一个人就可以了。那到底网友的方法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就按照网友的方法来试试看。首先要截取一臂长就可以了，将它剪断。好，第二步，给塑料管的一端剪掉一个三角形的豁口，大概就是这样。到底这个豁口是干嘛用的呢？看到这儿，大家有想法了吗？圈成一个圈儿。圈成一个圈儿。这样吗？对吧？是吗？是不是？应该是吧。这样，我们还是严格按照网友的方法往下进行，看看到底会进展到什么程度。剪完豁口之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准备水。水是我们实验室的好东西。水干嘛用？把水吸进去。好，那接下来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实验的效果，我们将水给它染一个颜色。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染了色的水注入到塑料管里，你们觉得应该放多少？我觉得应该放满，就把那个放满，放一半。大家都是猜的啊，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放。现在我们按照网友的方法来执行，
接下来我们要将染色的水注入到塑料软管里，放多少呢？网友说放一半。好，哦，水已放好，大家看，现在明白了，就像刚才我们的嘉宾说的一样，剪这个三角形的豁口的目的还真的是将它连起来。哦，看这个怎么跟挂画产生联系呢？现在我们就到了验证结果的时候了。好，有请我们的实验助理上道具。接下来呢，是我们一个对比实验。我们首先来看看，平常我们在家里如果两个人挂画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然后我们再会用刚才网友做的一个简易的道具来试试，借助它能不能够更方便更轻松地挂平画。我们也准备了两幅相同的画，画的背后有一根绳子是挂在钉子上的。我们首先请我们的两位嘉宾上台来挂画。哦，那就男生挂，我来看，女生指挥，我来看啊。那你要坐到他的位置来。哦哦。哎哎，挂上了，挂上了，挂上了吧？哎，真平啊！调整，赶紧把那个重心调整到重心调线调整对。先找平，先找平。平了是吧？往右边高点，右边高点。右边高，右边高一点。哎呦，你来一点一点。你是故意的吗？不是不是。不是是这意思吗？你自己上来试就知道，一根绳子去找一个钉子。其实找平没有，是因为它的，它那个，因为你要保证钉子在绳子的最中间。中间，对它，我受不了了。不是，你下去坐着，我来。不，我先把晚饭吃了。平了吗？平了吗？没有，这边没有，右边高了，王。这边还是你来调整。你看家里一般都是这个情况。哎、那个，对对，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哎。好了吗？哇，我们两位嘉宾呢用我们最常规的挂画的方法来给我们挂平了这幅画。因为大部分我们买来的画也好啊，还是那个照片也好啊，都是后面有一根绳子，对，然后直接把绳子挂在钉子上。但是绳子第一它是软的，第二呢必须要绳子卡在钉子的正中间你才好去找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用网友的方法来试试看，网友刚才教我们做的这个简易的塑料管的道具能不能够帮助我们一个人挂平这幅画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试试看。来，有请实验助理。大家看到呢，我们提前将这个道具进行了一下小小的加工，圆形的塑料软管别在了画框的下方。好，现在我一个人来挂。首先绳子找到钉子，从画框的下方作为参照点的话，这个软管里的水平面左边的液体已经高于右边的，现在我要根据软管里面的水平面来找平这幅画。我不用看画的下方，只需要看画的下方下沿这个位置调整一下。平了吗？平了。借助这个塑料软管呢，不到30秒的时间，我就可以轻松地搞定这幅画。那为什么一根普通的塑料管就可以轻松地将画挂平呢？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因为这个普通的软管做的就是一个简易的连通器。连通器的液体在静止的状态下，它的内部各个地方的水面高度是相平的，这样呢就使我们有了一个水平的参照点，自然呢将画挂平就比较容易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连通器有很多的应用。三峡大坝的船闸运用的就是连通器的原理，当这个船闸和上游连通时呢，就与上游形成连通器，船闸内的水面和上游相平，所以来自上游的船呢就驶入船闸，
然后船闸关闭和上游的连通，转而就会和下游连通，形成连通器。这个时候闸内的水面会降到与下游相平，船就能够进入到下游来继续行驶。那下游来的船经过相反的过程呢，也可以达到上游。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回去可以自制一个简易的连通器，看看到底能不能帮上大忙。今天我们的实验课题是借助塑料管就可以轻松地将画挂平，这个方法是真的。感谢贝贝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实验。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嘉宾都答对了啊。